嘿，好啦，我们今天会使用非常，我们今天会使用来使用古墓王，然后一个非常特殊的派系，但很明显你从兵牌上已经看到了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居然有 Kryvgors 两队，然后一对福灵骑士，甚至还有两队恐狼，啊，你会问我，诶，等等，这原本不是古墓王的单位吧？然后我要告诉你是，因为我们现在选的是 Nagash，the follower of Nagash。他们就能使用吸血鬼的单位，当然，实力如何我也不知道，就让我们看看吧。稍等我一下，呵呵呵。Eternally loyal. Eternally loyal. Arkan the Black. Arkan the Black. 好啦，我们来看一下这我们的单位。啊，我们都骑马，因为我老实说，我这场想要保持是速度，所以说我没用战车。你看到我使用的是 Free Force。一群乱叫的东西，然后我们还有普通的 Tomb King Skeleton Warriors， 也算是蛮重要的。这些 Tomb Guard with Halberd， well，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赢，所以说，然后再来就是一些 Normal Spearman。这场我觉得我们的特色在于我使用了一般对手不会想到的古墓王吸血鬼兵。那我们时间快结束，就让我们开始这场战斗吧，来。Cetra shall pay. 现在是搜这个好时机吗？Let me see army the enemy's army composition. 我猜他们会有藏一堆 natty double shooters。不过就整体来说，他现在是以瘟疫僧侣奴隶为主的前线呢、啊。然后他用 Lord Skork。他是认为我没有能力的吗？好吧，我们就废话不要说太多，战斗 ，battle 这些。可是我想要做一些 maneuvers， 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来乱我。哎呀，糟糕，我选到的人。Vengeance for Nagash. Vengeance of Nagash. 走，我们战术。走。As it should. As it should. 没干，我那隐藏单位怎么被发现了？好 ，Natty Bubble Shooter， 果然。哦，射击是从这边传出来的，走。我们的那个古墓巨蟹流到压轴，去追斩他们，别让他们过来。福林骑士没有办法破阵。啊，恐狼，你们走到这里，我不要你们那边。食人鼠魔，敌人的食人鼠魔直接出来了，走走走走走。食人鼠魔对我们的福林骑士没办法造成多大的伤害。不过我们 BD 也出来了，走走走，我们古墓王真的超慢的，所以说真的。Tomb Kings of Nekara slow as fuck。Mark in the black。Purple Sun in the realm。Spell casting。来场豪华的法术。来来来，你们注意点，站好，放心。我觉得这肯定有扫到那个啦。这肯定有扫到那对 Natty Bubble Shooter， 才不信没有扫到。走走走，先冲一个人啊！慢点啊！他们就这样不动了，好吧？你还在啊？看，我看到他们射击我。有一直动，我们太慢了，但是 Kryvgo 还算快了。他们有 Council Guard， 这就并不好打，并不是好打的选择。Plague Monk， Take your fight， 那 Natty Bubble Shooter。
快走！我都不知道他们 Plague Man 抓到后方来。They are just late. Go! Keep going. 可是两个没查，他们是灵体单位，他们不能对我们不好打。My order. Charge. 放线过来。我怎么觉得这个法术员是不是让我得到好处？ Not a servant. I can move. 惊开他们！居然打赢这场对战，好吧 ，Arcane the Black 去打他。OK， 我想要的东西，那几个 dog die， fast and fuck。好吧，没关系，我单方都还在奋战，食人族被打，他跟食人族交战，伤害不如我想象。来护卫我吧，护卫 Arcan your god， 来围他们，围他们，不要，砍着他们。对啊，结果我们自己正在溃败，跟 Scorpion 应该可以对付这家伙啦。对啦，我们你就随便吧，看能打多少就打多少。惊骇敌军，好 ，Keep those given to his own triumph。啊，冲过去，直接冲过去。现在也没有多好，但冲啊！打过去，踢一圈，攻击。我们一个单位没命，糟糕！单位法师到底还是做的不错啦。Soul Leech， 就先放下。神鼠们会被我们的乌沙比特给打下去，好，来。平常打好久，打不赢。King of Liches， ready。好吧，我要输了。Perish。Well， 我的兄弟。去铲他们，真糟糕！好吧，我没有想到我们会输这么快，这么快就是 army lost。好吧，这一场我觉得还好，但蛮奇怪的啊，我还以为可以赢的，也没有说可以赢吧，应该说啊，算了，反正大家都奋战过了。Well， 我觉得对了，让 Red Ogres 跟我的那个啊，应该说让我的福林骑士跟 Red Ogres 打，真是太吃亏了。然后古墓巨蟹，我也以为他们会很快把 Skaven Slaves 给解决掉，但然而我想错了。我不应该把他们用在这么低价值的单位上，哎，看来我还是有计算有点失误，啊，没关系，我们还有一场。哎，刚才那一场真的太可惜了，我觉得我在想，真的搞不懂，有时候真的是会一下子就急到不知道该干什么，啊，真是的。如果各位有推荐的配阵，也可以在留言底下告诉我，让我知道一下你自己的创意配阵是什么，啊，让我使用一下，我也可以让我也觉得会很高兴的，我也很高兴有人可以给我这种建议的。我有他是 Dark Elves，
就用高机动古墓王吧。Well, I don't know this is can be considered as fast or not. Let us just guess. This is fast. 也不算快啦，说真的，看这地图，我们应该是这样对打的，还或者是这样对打的。Well, 是有很多骑兵 maneuver 的时间，但是古墓王基本上不是骑兵很强的派系啊，而且没有使用复活骑手，所以说。很大程度要看呢、啊，我们把尼赫卡拉战士换掉了，换成再多一堆工作人员，你觉得比较好吗？我也不知道。这些骷髅兵倒是真的要升级一下。好，那哈我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赢，我们就 ready for new battle。我也不觉得这是创意啦，因为这是我原本的多机动单位，我也不知道到底能对付什么东西。嘿，很多时候你的一个 build 是要真实去对付敌人，才能知道他真正的目的的。虽然说我们今天会一直输，也就输两场呵呵，今天只打了两场。虽然说我们一直输，但是这对我来说也是种学习，因为对啊，因为跟我猜的一样，我是这样子。那可是 Dark Elf 他有些特殊的骑兵，我们可能会很难对付，像是那个叫什么，Dark Rider 什么可能就已经很难打了，就用那个骑手的话。不过我应该会让乌沙比特跟着他们，跟着这两个骑手进行行动。Well， 我觉得我还是很差，我的控制超差的，需要再加强。果然玩那个玩多人对战会跑比较快，读比较快。哎，应该换那个了。所以说各位真的有推荐或者是觉得很有意思的军队配置，也可以跟我讲一下，我就可以拿来自己学习一下。不小心动到了。Well, well, well, battle it is. 好了，果然，啊，来摆吧。Setra the imperishable. Setra the imperishable. 我们让 Tomb Scorpion 跟着他们行动，避免啊，对，我们让 Tomb Scorpion 跟着行动就好。那你们到这边来，等一下再说好了。我在想这样到底是妥当还是不妥当。好吧，我们就用这家伙来保护这些弓箭手。好，那你们就被我定成 Group One。Cetra 已经到线，我这次没有给他骑战车，因为我想看一下他的近战实力。Well， 其实就是这个 build 的重点。因为我要省其他钱，所以没办法给他们骑嘛。这个家伙是给我们的构造物回血的东西，会让我们乌沙比特比较持久吧。但要看，一切都是要看。来吧，大头姐姐，看他没有准备骑兵吗？还是说搞错？然后他有 Reaper Bolt Forward， 这样代表我们要前进。We have to charge。他们还摆这么后面，我看一下。根据我的判断，他们。
Purple Four 的位置的距离呢是多长？我看一下，这个吧。啊，Purple Four， 嗯，好，我们走到这边，它就开始设计了。Well， 嗯 ，interesting。哦，它动了，它开始行动了。我们防守没有好处啦，但是我想，对，我们要等一下，我们让敌人。我们让敌人离开那个安全的地区，他们时时刻刻在移动。Agreed. 好，这样真的，这样可以直接避免时时刻刻的攻击。他也会很不明所以，我们到底在干什么？让我们的乌萨比特离开树林，因为这对他们有负面效果。如果是敌人的骑兵、冷气骑士来打我们的话，反而会很累。这时候就这样让他来吧。我要让敌人在离他的前线跟后线远一点，我再发动骑兵的冲锋。那个冷气骑手一定会过来的。我们用把我这边的木骑士那个骑士。My game plan is weird, but I think I can win. No, not so very. Not so very concerned, you know. Slaves to me! 射击，射击，射击！突然想从那边回去，射击。啊，不追击了。不追击，不追击。啊，他这样回来会发现我们的东西，但算了，就让他发现吧。他因为发现我这一个策略是比较弱的，因为没有 Twin Guard， 但是他错了，你看那是 Twin Guard 呢？好的，对。呵呵看到，不要，好吧 ，Let's go。哦，对，他已经很生气了。我们再让他往前。就要这样停在这边吗？那个 ，Tom Scorpion 有看到吗？步兵，算了，我们等他们来吧。被发现了，呵呵，反正就是骷髅兵哎。他们得要到这边才是射击。核弹地球来。晚上要出来了。哦，他要用累积的 charge bonus， 因为我们在动，所以说没办法。那我们就不要。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哼，冷气骑手 ，What you want? What do you want? 冷气骑手，他们只是这样悻悻然走掉的感觉，有点浪费时间了，是不是？我应该赶快做。被发现啦，米兹给他的死。他真的跑掉了，呵呵，因为我骑兵优势嘛，对，应该是人数优势。来，我们到这边去。
三发才有反大，为什么要这样？对啊，因为我们单位人数多，但能浪费一下弹就。天哪，我过来，省我一点心啊！他没有发现我在浪费他弹药吗？没有，因为用这骑手来挡弹药其实蛮白痴的，但我觉得我需要这么做。哎 ，man！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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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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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我还是浪费他的弹药，他没发现吗？I can't believe he doesn't know I wasting his ammo. Let's go. Yes. 他诶、欸，哦没有没有，他没有停止，他没有停止，他让步兵前进了，但他还不知道我还在浪费他弹药。干，给我好好跑啊！我好不容易 miss 好几发，让他们 miss 好几发。他们没有发现我在浪费他弹药吗？ He didn't discover it. I wasting your ammo. To strategy. 好，让你回来。换一队上阵。他们的弹药还剩下15发，好吧，还很久嘞，来吧。他已经没办法再让我浪费弹，没办法再这样子，好吧，那你来就来啊。再打，再打炮兵弹药啊！他们炮兵在移动，没办法。让人第一次出动，敌人应该没办法从坡这边看到我们单位吧？我很担心的是。我们把鹰爪的话弄到前面，对他们的确没办法看到我这边的行动。打算要直接射击我们吧，他能吧，他应该能这么做。我这样有算龟点吗？其实我有点担心，我现在是蛮后面的，但我不想龟点，我不是要做龟点，我要等待时机。他对放什么放火焰法术？他对什么东西放火焰法术 ？I can't really know what does she do。这些都是他故意留在后面的吧？对我的骷髅骑士来说，他们还蛮厉害的。好了，该行动了。啊！干！我本来就没有要跟你不跟你打的意思啊！This is the time I'm waiting for.Petra agrees. 我不要打你的东西。Archers coming forth.
战斗。这个火焰效，火焰法术怎么在我眼前突然消失？这样，来来来，解决他们。其实对他们并不好，因为都会伤到他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这样走，糟糕！我的天哥，我被打晕了，是什么？他原来是要去救那个，好吧，反正本来是这样，就要制止。哎，这里，哦，他在这边杀，不错。天哪，居然，你们居然只是被一堆将军围就没不行。快回来，快回来，闪他们！Why？ 我是不是用了不太好的战术，让他觉得自己要死？哦，好吧，如果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明明只是想要消耗人家的那个，我想要让他主动来攻击我。没有，我想应该是因为他怕我兵，他就觉得他应该要让我自己来打。可是啊，我不知道啦，我只是觉得说我没有。我冲过去没有优势，所以我才很防守的躲在后面等。嗯，这样到底是好还是坏？哎，好吧，交给你们来替我 judge 了。至于他其实还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赢过我的、啊，只是 I don't know why he retreated。I mean， 他可能觉得这种战斗太花时间，而且他花太多人力了吗？我也不知道，就。也许我战术真的不太好吧，让他这么不高兴之类的，只是我也不知道哦，反正我原本就是不想要冲过去给他的炮攻击而已，但因为我没有带很强大的那种骑兵单位，像死神骑士之类的这种战力很强的单位，因为他们没有机动，所以我就没有把他部署进军队里面了，没想到这对他造成了那么严重的。那种感觉吧，严重的怪感，让他撤离了战斗，好吧，那我们今天录制也太久了，我们就先到这边结束，下部影片见，拜拜。